那么咱搁看哈，第四项有何能力？啊，第三是讲何处能力安尼？啊，像第四项讲搁在有何能力？有何能力？有善尽力，所任其故，为三中上念摩心，念摩心断四处故，缘法而境。只管形象稳重，家行无妨一个呢。啊，正这条吼，爱注意听。迄、那个无妨，也着讲袂使妄动。啊，正有可能就是讲，要安怎样五入？诶，这个方便方便安尼，变到五入哈。第一方便，莫各有因力、善有力、作意力。所起的这个积极发挥自然的善根力安尼，啊，即马即个伫对一只，所以咱甲看，迄、那个虽然五即个第二项内底都写着第一因力，啊，因力呢，啊，甲第二卡叫做善有力，善有力就讲一定爱有着，咱前日讲的吼。你本身文分析还阁无够哦，还阁无够。因力是计讲道文分析，啊，即嘛即个善有力就计讲文分析还阁无够。吼、哦，还阁一定爱安怎？爱供养礼拜赞叹，啊，那会当是出家，啊，尽心修学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三叫做作意力，作意力就讲多闻分析亲近善友的关系，对大乘真心的这个教法，吼、哦，啊，该有一个坚固决定的性格，卖有犹豫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任期力就讲对某种的这个个事业，所有堪能承担的这个力量。那么这个事力，事业就叫讲菩萨事业，吼、哦。大人菩萨事业，当然进来都有跟人讲，对有大乘教法，生了坚固的信念以后，进一步施行六道事业，自利利他这个事业，安尼才会当积极，吼、哦，先积极做先根安尼。啊，这个在咱学佛的人、学大乘的人，未使就讲无去注重安尼，咱知影吼，这重要都讲到这个问题。哈、哦，这个就是对这讲的哈，伊、哦、讲一定要积极发挥枢纽，这个叫福枢纽甲地枢纽，就头前迄段讲的，哈、哦，枢纽位，哈、哦、啊甲家行位，就是福枢纽甲地枢纽。当然，伫这段中间，一定要多闻分析，啊，甲一定的落魄落尾，你会当做偌济真心要做安尼，啊，了解吼、哦，这个是个水平安尼。所以今内底有讲到，这个六道甲数量，哦，头前也讲。安尼咧，由善根的所任持了，开当五入所地上安尼。哦，这条就是讲入所地上，啊，头前迄个就是所地义甲所地上，所地上是计讲迄完成实相安尼，开当五入。所以真来得较讲安尼啊，但是这个善根力哦，应该予伊精进不退安尼。啊，学法的人哦，上界大毛病就是断断续续，这对咱来讲是一大伤害。学法的人，我讲安尼，应该恁大家爱家己警告家己，哦。所以内底讲精进不退，万里颠倒。啊，这个颠倒在日常生活上哦，可能众生有无限的颠倒。你要注意家己一下吼，该做袂用做，啊不该做的，时间你甲浪费去，这照讲是有那种的颠倒，啊这颠倒吼，咱今麦还阁写一个资料回来，吼、哦、当然是有迄个数颠倒迄个问题，吼、哦、无常为常哈，啊甲这个无我为我嘿，真够有牵连到迄个代志，所以一定要万里说唔敢讲。所以一定，卡古讲到，一定要有三种相来磨练。
我连咱家己。不过众生是真嘛无连会惊，会退志。这当然对个人来讲是无对，因为真来对他讲有三种上无连这个心，啊，搁在短数处。好，数处的后壁，还佫跳两段，还佫讲到的。最近来底佮讲，短数处就是伫后壁319页，伊内底这两种哈，三种上无连心，佮短数处这两种方便，一定要安尼。啊，即物正来底讲，真正五入主要是一定要有正观，无正观袂当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即物下过来中间哦。照讲哦，有那袂使呢，看无相切，得较准过安尼。安尼对咱来讲，有那是真不足，算真用心去看，无看了无，我看无即马甲放过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咱初学的人，多数拢有这种的通病安尼。都无法度这内容都改袂出来，啊，要安怎？好，啊，正都准暂时甲按下安尼过。啊，我安尼有那会，譬如讲，我正看到这短数字，讲啊，这数字是个指向。好像就甲摇起来，对转速度甲摇起来。因为即马这段内底都讲到三种上的无连心俩，我摇开，我正就对后壁直甲看，哈、哦，看吼、哦、都、就是伫后壁段遐319页里面嘞。好、哦，啊那告诉我即个名相无，啊就咧吹，即内底都无讲到啊，但是因为伊即个吼，伊即个有一个挂号，即个内底就是结讲即个本论的论文。啊，若是讲一注解出来，譬如讲一注解到31层的无明，甲22层的这个无，啊，这张我得摇起来，啊，来找找无，啊，找无，怎么最少那加减嘛补充，哈、哦，所以开始哦，放迄个15种的无明出来，但迄15种的无明含11种的粗重，是无啥相，法律上，但是迄内容有小夸小像安尼，哈、哦。这个内容有小话小讲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来较搁补充安尼，啊，所以即马进来底较讲安尼吼，讲，即马进来底较讲迄个个真正五入主要是爱见观开动，就讲即个法义上安怎，啊，你好好真正较去较观照，安尼来呢，所以较讲第四种书。依书法，书记为所关键安尼。啊，这书法书记吼，即个哪在我甲看吼，即么因为即个要管教书法啊嘛，即个应该唔是对六丁经类书有即个问题，即个是书法书有是两种，头前是结讲对即个世间的书法，那像有，啊，但是非有安尼。但即么即个吼，即么即内底应该即个内容内底有牵连到即个法义。因为咱头前去看，去看的中间咯，对这个法，敢那像捌，啊，敢那像唔捌安尼。因为咱多加研究嘛，吼，研究就敢那像捌，咱就唔捌。但是你若接研究、接看，当然对明朗，就是会当达到主要的见观。吼、哦，这个字，这部的对，会当用两种讲啊，安尼。吼、哦，头前迄个嘛有讲到啊，啊，这个嘛佫讲到嘛。迄、那个头前迄句就讲有上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迄、那个书，这个书法书友，安尼我那可以讲。但这段咱即马来甲改做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书法书艺书友为所管的境，啊，甲言法有境，还是言法语境，吼、哦，即句话甲用了两遍两行解说，吼、哦，那解说了。即嘛来，咱较讲，即嘛伊下面一句讲：形象无间断，文中恭敬，啊，甲家行无方业。吼、哦，安尼即个都含法语有直接关系啊。读看卖啊，下边，吼、哦，安尼含这佛法都有直接关系，含即句依书法书义为所观的境，言法语境，即形象无间断。即个讲不断的分析诸法，无间断的不断分析诸法，运用搁在强境法界顶流了，
啊，毋过呢，家行无方一安尼。家行无方，就讲头前去讲家行为内底，当然是乱为定为真为实第一位。啊，即你即马你就愈用功，法义上就愈深，由浅入深。哦，安尼去实践机关的妙用安尼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机关当然含禅定有直接嘛，吼、哦。因为机关的中观动力，即个智就是梦想之性，从对世间法内底，你拢特别去探究，甚至搁在伫法义上，你来知识各种，伫即个个人的心境内底知识一切梦想，啊，甲器官照呢？器官照，因为咱对这法义上器官照，思维的入侵，啊，你若对外境界缘起法，有那有即、這个。有这个佛法，你爱去思维，你对外境就愈了解，这是必然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才产生到这个妙行出来呢。因为咱爱个进度嘛，像这张表所讲的呢，这张表所讲讲，今仔日六道众生有烦恼障啦、业障啦、苦障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今嘛拄啊要爬去咧实现位呢。啊，是讲咱是不是都要背起哩？背起了，咱要到这个名角地，这当然这还佫经过一段真十足的努力，还佫十足的修学的。哦，安那无咱是只有天地众生未来的人，烦恼中嘛是不断有贪嗔痴啊，啊，佮这个业中内底有深刻意念，啊，佮苦中有四恶得报呢，嘛就原来佫停嘞。因为咱一点啊都无变力，无变力，唯有继续分段生死安尼，吼、哦，安都知影。啊，即马咱内底，以前内底一代阿僧祇劫中，吼、哦，伊甲咱讲迄落个对实践，实践为入手嘛。实践为入手来实住实行，实培养，较过四加行安尼。吼、哦，即真正个做到伫大乘起信论内底，就印即张互大家。加减做参考啊！将咱去看过来哈，看过来316页呢。无量诸世界，无量人有情，刹那刹那正觉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第一摩念之心，由此意业，令行施等菩提蜜多。我以学得如是意恼，吼、哦！我由此故消用功力修习，施定波罗蜜多。这个就加讲了波罗蜜，懂得圆满是为第二摩念之心。若有成就，自有众，自有众善，无明众时，即便可爱一切主体圆满而生。我有妙善无障碍善，云何逆时不动习得圆满？是名第三摩念之心。那么这三段拢讲摩念啦吼。啊，那照讲是讲无无啊，未讲，安听吼。所以这个就在儒家内底讲切磋多磨。吼、哦，你若捌读到这个，就知影。啊，那小不啦是小克，大不得大雕，啊对哈，大不一定爱大雕。啊，那小不啦是较好克，啊那大佛都爱大雕较有可能。所以这个就讲四段三段磨练，但是这个善根力所入持的，头前讲的是等于这个六道加数量，哈、哦，爱注意这点嘛，六道加数已经。哦，伊在水莲五入中已经讲过啊，头前迄段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唔免阁解做，这个请解说三种的磨练。那么这磨练心就是训练磨练自己，啊来克服自卑甲自欺的这个分段性安尼。啊，分段性是安尼啦吼，较用精进对治嘛。咱这个我做恶世众生是大多数拢安尼，较笨蛋懈怠。啊，笨蛋懈怠，当然你都无这个
无会当产生到即个成就诸佛的即个功德性出来，都无可能。所以即、這个讲一句实在吼，对了，分段第一遍安尼，安了解吼，分段第一遍，你来记好，真正袂使分段一哦。但是即卖来吼，释论讲到三种，就是本释论啦吼，有讲到三哈、哦、三种即个有即、這个无二人心。不是单独在这个圣界行地而已，因为不是单独在地前菩萨位、哦、因为讲起到顶话，所以这样来分辨，第一个无念心就是圣界行地、啊、那么这无念心圣界行地，你要按照达到圣界行地，因为经过三心和四加行四心四观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你要按照达到圣界行地，好、哦，当然在这个三心内底，十善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菩萨地、十回向位，安尼一定爱有一番真真无情的磨练安尼，无情的磨练，安怎吼？即个人记好，第二个磨练心是已经得到净心意愿，就是等于地上菩萨啦，地上位的这个净初地菩萨位。这个就是第二个无念心，第三个无念心是已经得到无来妙地的这金刚如定，定于什么呢？定于地上位，就是将无生法界的这欢喜地地上位，到十地圆满的这菩萨呢？哦，安尼拄啊经过三段的无念，很了解哈、哦。啊，若未堪这无念，当然就无这个资格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因为世间法啦，我即马甲注意讲，会堪接外念呢，当然较成就；未堪接外念呢，我甲你讲，那无啥。最熟悉的代志吼，所以即马一点注意哈。所以即马来滴吼，那么即个地上到十地满心的这菩萨，是无事安尼外念其心哦。好，不过呢，性改性地。就是地藏菩萨，每起以意志甲步骤，拢较会退求去退困，拢有退困的心理，因为做到吼真歹做，啊了解吼，真正歹做，尤其是这菩萨在中间要做，真正歹做，啊歹做中间你若无有坚强的意志力，我甲你讲，拢退困去，困叫做翘咧，吼、哦，咱讲真正。退缩、屈服、和宽更屈服，这卖注意点嘛。所以需要这三种无念心嘛。但因为伊这个经典中是讲讲这个第一无念心，当然是地前；第二无念心，就是哈、哦，就是这个个地上菩萨；第三无念心，加这个地上加十地安尼。啊，不过以前来得跟人讲。这个十地的菩萨，哈、哦，这个无需要安尼磨练。啊，若讲无需要安尼磨练吼，我伫经典中捌讲过哈，因为这个摩诃萨，摩诃萨佛陀爱去调动个教育，有无跟你讲安尼无？所以也变现初地变佛陀教育的这个个，他有用国土，佮变现。八等的这个佛尊，啊，那是二地的菩萨，当去要教育的中间，去灵山教育，伊一定爱个变千等。三地菩萨佛特别跟教育，还个变万等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有经典中都真正安尼写的，安尼应该有那爱个磨练较对。在我个人对这点来个分析过来个看，对比是应该个磨练，吼、哦。但现在第一行的菩萨听到讲，有时阵啊哈，譬如讲你今仔经发出大弘誓愿啊，哈，即个你着要进修对这十住十行，咱进修起来，不过听到无上正等觉菩萨真心真广大，无遐简单正直啊，好，因为即个中间哦，你爱学真济经，好，叫做发愿无量誓愿啊。甚至咧发大心度无量众生，搁在断无断尽一切烦恼，安尼唔开当见到这佛道无上誓愿行。啊，不过即个
文老师就讲，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啊，所以听到阿孙退队，足济安尼就对，吼、哦。但是唔敢搁再前进，吼、哦。但是为着要对治这种退却的心理，所以呢，思维观察，吼、哦，怎么来啊？这段就讲，咱即马这段就慢慢来说。譬如讲，在无量的诸世界中，即、這个同即个个虚空界内底有无量的世界，每个世界拢有无量的人道众生。即个在读解多安尼哈，即、這个人处有情的种，即、這个无量世界有无量的人道众生哦。即、這个无量的人类每一刹那中，因拢总是伫个觉性无上菩提安尼。哦，拢有结觉性无上菩提，甚至拢有结合无上菩提法，对，等于有那个学大乘道安尼。啊，学大乘道因嘛是原在地前地上安尼，处地地地修起来啊。哈、哦，可见幸福，哈、哦，唔是稀有难得啦。别人嘛是结幸福啦，地地结幸福。啊，咱这呢是真真正正哈，不退困，有一天咱嘛幸福。啊，别个经典，别个国土经典，应该嘛是有讲一句话啊，对吼？就是讲，有那向迄个国土的这个众生解果咧，恁唔做，人别个国土嘛是计修，别个国土嘛是不断计升温，恁为什么要退群啊？哈？啊，你看有哈？啊，这么这个咱这么这个无毒菩萨都安尼讲啊？安尼讲人，你计讲歹修，人唔过无量国土。拢有个修菩提道的人，有那无量，啊，佮成就佛道嘛无量啊，都唔是讲真歹得着啊，吼、哦，阿像在讲那个，只是你管理无管理安尼尔嘛，听吼、哦，即马即问题多一点，即个重点在伫遮，你管理无，啊，你要照机讲无，所以进来得靠用两句话讲出来讲。比基丈夫，哈、哦，避开丈夫我用你不应自轻而退困安尼。咱别人是修个大丈夫，但是我呢，好、哦，就嘛咱来讲，用别人是成就个大丈夫，是修菩萨道个大丈夫，是佛道要调伊个大丈夫，哈、哦，但是我呢，那照讲，今仔日咱大家嘛一个行这条路啊。所以绝对袂使家己轻薄，家己准退缩去安尼，安定吼。但是伊下面搁再采取儒家一段话，但是伊共变一字。顶关迄比和人俩，伫儒《论语》内底总是讲顺和人俩，大顺的顺，顺和人俩，无和人俩，有为者亦若是。平顺是古代的一个圣君，哈、哦，啊我咧，哈、哦，当然咱是一个多给下款，但是顺的德，是讲咱若要安尼做嘛是会当啊，咱若是要照，你去个了解顺为什么是这个个大德行的圣君，伊个大德行安怎做在，即嘛咱咧。咱有那照去甲了解，咱有佛法，佫下个当更加深去做出来，咱嘛是安尼啊。哈、哦，也是猜出这两句话。啊，像我要甲诸位讲一个一寡，我正要搁再互相鼓励一下哈。看咱甘愿唔甘愿就对啦哈。菩萨行者，我正要甲侪讲哦。
我想你若有这款的志气吼，合解应该都无什么问题啊。哦，安怎吼？第一，你今仔是要修菩萨行，你一定爱有迄个啥，有迄个含人无共的这个精进力。安尼看有吼？你若无不断的精进，一直学佛修行，不进则退，亲像弟子去行走。你要注意这点，好、哦，搁再一点哦，爱有智慧力。这个智慧力吼、哦，咱唔是对啊，一般的学习得嘞，是对文书修得嘞。这智慧力是对的，对这来，爱注意这点。啊，你今仔日若是无努力去文分修，因为咱有可能讲大乘法文分修得了。都含咱人迄个如来藏相应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咪靠智慧力出来，唔是一般学生，吼、哦。第三就是爱分辨力，迄、那个分辨力吼，啊，讲说法咱卖管啦吼，有个人根本从说法里都分辨袂好势，咱即马来讲七觉知的这地法觉知，好无？七觉知有一个地法觉知，这个叫做分辨力。七波地分有这条无？第一条就是啊。啊，你今仔吼学大乘的人，你今仔只脑入手，这个诸法，我跟你讲，你都分辨了。今仔这个人去行啊，是属于啥物？这个人是邪法还是正法？还是人道？还是天道？还是自性？还是大乘的这个佛法？大乘佛道，这个叫做地法觉知。也叫做分辨力。啊，当然你今仔日若无实在彻底落去学，你若有这个个分辨力，连世间法你都无啥啥，我无骗你。哈、哦，我讲安尼啦，你就知影。世间法有个人是对真聪明，唔过一味贪着世法。哈、哦，但是伊真精哦，因为伊学不好，所以这个各种事业会算计。算计啦哈，算计拢真变卡，这么是肯定搞有福报。不过咱今日学佛的人吼，干世间吼，有诶都根本就搞不懂，唔是讲福报无福报哟，讲思想伫头前，你家己安怎？不知道啊。讲个无啥啥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都无分辨力，有诶搁再无记忆力，今仔只唔对，家己唔知影，人家讲啊。伊较想到，想到即马搁再来，搁再唔对，讲一个代志，搁再唔对，唔对搁再甲讲，伊较搁想到，第三遍伊搁原在，迄个代志搁唔对，安尼伊就无分别力兼记忆力啊，干那世间法。但是佛法中的这个智慧力吼，应该含分别力有相关，所以这个在这七觉之内，这叫做地法觉之安尼。有无？即马要注意哦。今日个行的路，输个行的路，是个调什么款的路去行？应该大家清楚啊。但是你家己无分辨好好势了，你讲个愈行愈倒退，安都无对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分，但是要有意志力。这个意志力含精进力，应该是有一点嘛相像。有个人吼、哦、软弱，安尼。讲一句实在啦吼，十行一磅，听无？师甲你讲，我今仔政府要给我领老人年金嘛，应该是人认同是老人啊嘛吼。一般是计讲六十以上的老人，但是我精神并无输恁遮少年啊。恁的工课无我的多，恁个学的时间无我的长，这熟悉的代志啊。哦、所以这个个啥，这个意志力爱真强，但是心量爱大。你若加两招多无效，恁无平等心吼无效。我跟你讲哦，真真正正处处要计较这种人，自私心要计较这种，袂当成大业。大业你敢听有？绝对无可能成大业。
那可能，因为伊是范围小圈圈一点啊尔嘛，啊是伊个人一点啊尔，有个人去学过来是伊家庭一点啊，安尼清楚，即款个人无法无法度成就即个大人菩萨大劫，无可能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爱注意哈，先以及忍人之所不能忍的即个忍耐力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条是真重要。我跟你讲哦，咱人生范围愈宽的人哦，迄、那个无奈愈多，你相信吗？今仔日恁有家庭亲族的这个无奈，哈、哦，所以咱讲一句实在，有百般无奈。但是你得万般的忍耐，你听好无？哈、哦，不是只忍耐而已，这个不是百般的忍耐而已。菩萨道，以度众生甲个人的众生如宽。伊无奈的代志愈多，你要敢要相信？今日若是迄个叫啥呢？迄个独身啊吼，甲有一个家庭，伊无奈的代志较少，因为伊免加一个娶一个某，就加一个无奈；生一个囝，就加一个无奈。你敢要相信？记好哦。这个也讲未听，迄、那个讲未听，迄、那个讲未听，太太讲未听，哈、哦，所以有种丈夫输牛，哈、哦，亲像牛啦。我讲牛是指牛哈，但是太太，哈、哦，用太太哈，哈、哦，后来丈夫对车主啦哈，哈、哦。这判哦，判干咪啥呢？太太就判夫，我你讲你做先生你就气死，恁家己想看麦，这个在平常看一切哦，你就想出来了。但你先生真有牛呢，讲袂听，相信吗？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唔该，皇宫太太，这个查某人那是拍不过美家，哈、哦。唔过先生有个人是，人讲伫台湾牛，看过到香港也是牛嘛。迄、那个牛形甲牛形拢伫咧。有个人甲你讲，伊虽然要听见我，我甲你讲，永远是牛，听袂翻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家属，咱在路上那是嫁到一个先生那牛，你变怎？你嘛是无奈啊。啊，嘛是无奈，都反反都无奈嘛。但唯有忍耐啊，无变喏。敢毋是？昨天啊，交陪一个查甫诶，因为许多人较有这個、较有这个啥呢？这个经验嘛，讲这个查甫袂嫁钱。不过查囝现在要嫁，交陪较来离婚，来相拍离婚。这个嘛是做爸母的人无奈啊，对吼？啊，即伊要家庭去交叉，当然要斗，吼、哦，还是讲翁仔某相拍，当然到这个后头出人，要安怎？我问你要安怎？这是世间法啦，吼、哦！你嘛在忍耐，有那爱万般忍耐，一个囡仔出去食冻。警察的不是计叫，一个囡仔要飙车，不是计发生代志。你做爸母的人嘛是万般的无奈，对不对？无有忍耐嘛，无变啦。要讲我死呢？好、哦，咱就嘛讲这個问题。今仔日众生有无奈，咱要讲身体较健康的嘛无可能，业业报甲产生啊吼，果报上起来，你嘛是要照常果报，哈、哦。我只安尼讲一个真彻底代志，
今仔日师父的范围真宽，要讲比别人较宽，那个放好麻痹麻痹，我心袂疼；我那放好麻痹麻痹，我心袂疼。那是今仔日一个地主有无啥正常，讲搁再讲，讲搁再讲，因为教不严，师之道，敢是安尼？敢捌听一句话？这个做父母，那是对囝无该严格。这个囝八日啊，无一定会成功。当然，有诶，毋是一定爱表，伊会家己自发奋。毋过，有时阵囝安尼甲讲一遍两遍，伊诶毋对，咱甲讲，伊顶多歹面，甲父母大细声。有无？有种囝无？有。吼、哦，这是事实诶代志。你要安怎？伊若大声甲你歹，你着吞声忍气啊嘛。煞变成天地有道病，你嘛得爱万般的忍耐。地主上，咱家讲你安怎做，安怎做，一边啊一边甲讲，伊到无要照你的意思来去收，啊好啊，回去自生自灭啦，无要安怎。好、哦，我若是有责任，我就一直甲督责，啊，甲唔听，我嘛随在伊啊。哦，咱讲众生来拜佛，众生来拜观世音，一再交代，咱就恐惊一对了。伊敢要接受？我若是无啥责任，讲好啊，随在你啊，你因缘都无遐固执，不过我心不忍。恁应该知这个道理，所以我咧讲，地主如者，咱若有责任心，我甲你讲，如会关心，如会关怀。但伊敢要接受？吼、哦，唔啊，唔接受啊！唔接受你要安怎？吼、哦，所以我甲你讲一个，这点忍耐力吼，真正歹受。唔过，假使讲你今仔在安尼度，小可有境界啊，当然你较袂有这种艺术心态，也较袂不凡。啊，不过安尼呢，互相互误会，讲你家会变安尼。无责任，其实吼，迄、那个耐心已经有加减无收起来，忍耐力有收起来，人搁甲你误会，安尼嘛有啦，人我知影吼，因为总是安尼啦吼，经典去看，有去学习，年纪愈大，这个性是比较较会平平，吼，唔比较早少年的中间都有心吼，会较会恼恼安尼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我讲一句实在。菩萨行者不是干那忍人之不能忍呀，我咧讲哦，连生命力啦，哈，生命啦，各种的这个环境的逆境中，你家己爱修学起来，别人学未起来，别人做未起来，你绝对做起来。假使有一种挫折，你绝对爱忍耐，因为挫折是万般，世间法十行有八九行不如意，最熟悉的代志。你总是袂使讲，因为不如意，你来退却菩萨道。我都捌甲恁讲过，我刚经感觉最好死在这个位置，安尼精神有大有伟大无？最好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就讲感觉袂讲得对，这嘛是要有耐力呢，不然你哪会当？吼、哦，就讲虽然这个身躯老化。不过，这个精神永远保持清廉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就应该较不要紧。但是，这款耐力，你要菩萨到，别人忍耐未起来，你就爱忍的，安尼较有可能。哈、哦，啊，绝对袂使讲一点啊代志，你感觉无顺，啊，你就要变心。我咧讲，这个当中无可能成大业，我无骗你，因为必定伫这个佛法中，你要十足的精进。人道的方面，你要圆满，但未圆满就放下去。但是这个解脱道内底，你得要十分的精进，十足的精进，你将来靠会当达到真正亲像圣人安尼。吼、哦，亲像还佫袂使哦，得真真正正落实，你是一个人间的圣人。吼、哦，安尼来得较对。吼、哦，这毋是精神分裂啊，我咧讲是真真正爱落实的。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对较简单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忍人之不能忍，这条是上阶段。心量大，这款的人有哪较无法度？有的人是做会到，有人做袂到。
有啊，又要合法啦，但是心量都急啊，真恶。吼、哦，有这个，敢若像讲鬼也选择人安尼俩，嘛是无对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这几句话，请恁记好。吼、哦，因为你会当观察今仔合法的人到底是安怎样较健康。在大地上，所以我几个思维观察，在你周边的这个人间的这个问题，你小可思维观察。好、哦，第二对你的家庭去，对你的囝去，好、哦，啊，即卖来较对社会的因素朋友去，好、哦，安尼交给你就讲，这个工作你安怎做，你就已经预测，哈、哦。恁翁会安怎，我唔知影哈、哦。你嘛都爱忍耐，恁某会安怎又安怎，会袂？你有哪会忍耐？当然，夫妻共修是上好，但是袂当修边啦。好、哦，你也知影。这点注意啊！哈、哦，所以进来点较讲安尼嘛，哈、哦。迄、那个比基丈夫我用你，不应自轻而退却。好、哦，搁再一点，比好人也，有好人也，有为者会欲死。好、哦，你今仔日看别人叫做圣人君子，那么你就会继续讲，伊既然会当安尼做，我那边来做。伊做会起来，我绝对有人要做会起来。哈、哦，你无安尼做都袂使啊！今仔社会会乱，就是个人的自私嘛。你若会当真真正正为着众生努力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光明一片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无就个人去争取家己，啊，就乱了嘛。啊，乱了，咱佛教都袂使乱进。佛教都因为咱要做人天的模范者。哦，啊！你当然你袂使家己自私心真重，啊，免咯，你免咯做人麻烦。你一定爱为着众生，为着世道光明净土，带动世界来去努力安尼。啊，这毋是咱去努力尔，因为伊去讲真个，你去有无量的诸世界，就讲即个无量的即个国土里，拢总有真济人去向菩萨道这边去行，啊，去成佛啦。哦，这段是说明安尼。啊，唔通讲别人会，啊，我都无法度，袂使安尼想尽，哈、哦，啊，那安尼你就变老西尾啊，哈，让别人个幸福，你还搁伫这个，伫这个六道中个轮回嘛，这样怎么可以呢？好、哦，爱注意家己，我那先要求家己啦，好、哦，啊，人唔够看你个精神是安尼，讲你都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发随发行嘛。好、哦，你今仔日听到佛陀安尼，阿弥讲安尼，阿弥嘛是安尼做啊。好、哦，安尼叫做法随法行。阿弥总是袂使背你啊，背这个光明上叫做背天啊，那啥物事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儒家内底有一句话讲：君子行其道。不然去甲你看中间，你家己品行也有那爱端正。好、哦，因你所修的是你家己的。说你无爱修本段，也是你家己的代志。好、哦，安了解哦。会记住这句话哈，他讲只要肯努力精进，这样一句话哈，肯努力精进，无上菩提应该是无困难。哦，这个无著菩萨安尼讲，绝对无困难。别人会成佛，为什么咱袂成佛？就是因为欠努力嘛，欠名利。安尼尔嘛，好、哦，所以即个在讲，由此可将那软弱退去的这心理看当个消毒的安尼。总是袂使用钱先，好、哦，有诶是世间法内底哦，做囝人都唔愿趁就对啦，要靠爸母，讨无钱才要来去相拍，家老爸讨无钱，家老母讨无钱，才冤家相拍呢。这实在是最败下的这个人类。哦，啊！你跟合法的人，都一再鼓励，一再文化，文书修修什么？戒定慧，啊，就去努力啊！啊，我个比如跟你讲一个代志，这个前日唔到台北北关站，啊，今日有一个老菩萨来随书，我那问一寡代志，啊，我讲你平常你啥物戒？伊讲我已经菩萨戒。好、哦，我就无甲问看在做啥，
啊，你平常时去创，我讲平常时因为法义上我都研究袂啦，我唯有拜佛甲上敬安尼。哦，伊都七十几岁啦吼。我讲师，你计从两年前，你伫法界卫生开始讲这本法华经的时阵，你就讲出法华的义的重点，讲读诵、修持，对吼？甲为人解说，啊，你就甲人交代，因为世尊伫法华经内底讲读诵、修持、为人解说，在人拢要较紧成佛安尼，在众生。哦，我听到你这句，我就开始上法华经。两年外，我上56遍，对袂对？我甲对板桥讲堂问来，问到新竹讲堂，搁再问到台中讲堂，再搁问台南讲堂，上10遍的几啊尔？剩的几啊？我那是几啊？上5遍的五关关尔。昨伫台南听到一个讲上300几关。伊讲伊还未读到法华经，书还未讲法华经，真正伊就叫扣上啊。但是我要问恁，恁有计精进无？对法华经有计精进？干那个人伫村有计扣上无？这早就跟恁讲啊，恁讲上5遍呢？几个上5遍？举手我看麦。1、2、3、4，上10遍的举手我看麦。哦，一个，你看迄个阿伯啊，70几岁哦，那77、78岁啊，伊安尼听着我讲这上56遍，恁呢对人一支脚毛都没有，哈、哦，台南一个讲上过300几遍，伊头唔敢讲，到尾一个甲讲，这个菩萨上300几遍啊，伊阿未读法华经的进程，伊就开始去上了。人迄本经典佛的千交代万交代，落去课上，将来要互你急速成佛。啊，恁顶下硬硬唔上，恁对人一个卡门都没有。再不，有时间就落去上啊，有时间就落去读啊，对你都好处无量。为什么？哈，所以进来就讲，你应该进来得去讲，哈。那肯努力精进，无上菩提，无困难正定，哈、啊！搁再讲，由此可将那软弱、退后这心理拢个消灭、消除，这个叫做德心。啊，你唔修唔做事，安那讲嘛不好呢？因为我做我的，我讲给恁听，恁个唔做，都恁都无物件嘛。啊，都人佛都讲，图像，迄、那个阿婆唔是图像，发来经呢？金刚经、心经、地藏经、普门品，拢同上。啊，无恁伫存要创啥？当然，师父甲恁讲，8点到9点的节目来看，吼、哦，还是暗时啊呐，在家看无得，暗时来看，还是上午、下午来看，这是对。因为咱明白，伫这个所在听无到，恁先看，就听有到。但是恁有注重，法义上去甲深入，才会当容易了解，较修会好些袂。所以较讲到分段就对啦，安听有无？这点袂使做。事今仔日若是无几分的努力哦，这个法义上嘛看袂出来啊。应该你知影嘛？阿妈都爱专心啊，一礼拜一练，一礼拜一练，礼拜一个办法会。所以我的心并无老啊，你看有嘛？够老？无啊？人要发你啊老人，你今我想着讲我老啊嘞，但事实都无老。都会破病嘛哈，所以我今麦甲注意讲，就真正努力。因咱咧，咱将来是要成就无上菩提，好、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好、哦，因俺讲到这，弥勒尊号啊，好。